翠湖公园位于昆明市区北部的罗峰山下，素以翠堤村小闻名四方，人称镶嵌在昆明城中的一颗绿宝石。好，我们刚刚骑电动车来到了翠湖，翠湖的大门口写着十里春风春豆角，一湾秋水白脚崖，这就是翠湖的开门见山的一个藏头诗吧，还是一首诗。翠湖这里呢，有人在划船，所以应该可以租船吧。哎，我们今天早上骑了一段电动车，没照哎。电动车，对啊，应该没事。昆明骑行湖，这里是翠湖。好多人在游船，今天是7月19号礼拜五，其实是要上班的。翠湖公园以翠湖为中心，占地22.1公顷，其中水体面积约15公顷。翠湖分成五片景区，湖心岛景区以湖心亭和观鱼楼等清代建筑为主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庙，一个亭子。我们现在绕着这个湖心亭绕下。一堆人在。来这里有个小花园，小花园进来呢有个观鱼楼，来到一个荷花池，这里荷花池很多，还有一个白色的荷花，这个翠园翠湖很大，那里还有荷花池，我们现在在逛荷花池，这是哪里啊？翠湖公园，翠湖公园，我们现在正在昆明市，翠湖公园，对，我们现在在昆明市，翠湖公园，这翠湖公园好大，翠湖公园有一部分在游船，有一部分呢就是看这个美美的湖光，还有睡莲这边，很大，慢慢走，这里是翠湖公园。正在骑他们的电动自行车，在路上，子豪在前面带路，我在后面拍照。这双向路，我们来到逛昆明老街。感觉都不像老街，挺像上海那个热闹的街。昆明是国家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昆明老街位于昆明历史城区的核心地带，街区内存留了112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。老街发挥着承载历史，吸引着八方来客。我们现在是吃饭时间。妈妈叫了一个
炸鸡冻饭，不是？我再去装。香鸡冻饭，下面是饭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昆明，很想你。欢迎来到云南。刚刚我们在这里买了两杯咖啡，就在这里。两杯咖啡，就这里。这里有个东方书店，听说这个历史很久远。东方书店是1926年的，但是1926年的东方书店。最早的一个书店，据说了。右批古来最长久人家，无非积德；左批天下第一等好事，还是读书。东方书店，1926年。欢迎来到昆明老街，这是老街的风景。